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3月6号，我现在的位置在湾仔 Johnston 道，打算跟大家走下 Johnston 道拍些片跟大家分享。现在我们看到对面有座唐楼的建筑物，我们根据网上的资料，这一栋唐楼的建筑物是1888年是落成的，咁都有135年嘅歷史㗎啦。咁或者我哋過對面馬路再拍多啲俾大家睇下。呢座建築物咧，坐落喺呢個鬧市入邊咧。好特別啊，好有特色啊！咁有一條長嘅樓梯上去啦。咁而家係做咗餐廳㗎啦。呢度有間和昌大鴨，咁我睇到網上資料咧，依間和昌大鴨咧有成百幾年歷史噶啦。咁我而家喺大王東街依邊側面影一影啊！上面嗰間飯店咧，係用嗰啲吊扇，好有懷舊嘅色彩啊！咁我哋而家喺 Johnston 道向前行啦。呢條就係汕頭街，一條咧就是廈門街，就是利東街啊！
一條是春園街。哇，沙沙都好多人買嘢喎。这里太原街，这个太和街，这里传统的金铺啦，我连续几间都是金店金铺喎。
倉市敦道呢條片，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臨走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我頻道喎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咁我哋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